现在下雨了，北京时间6:30左右，我们还没有吃晚饭，而且在余姚的街头。今天我们来吃在慈溪有两家店的东哥牛杂，然后他竟然在余姚也开店。哎呀，真的是他开到哪我就跟到哪。他家的牛杂有一说一，还是性价比和口味方面都挺好的。走，饿死啦！为什么余姚的街头这么冷清啊？这是不是余姚最不繁华的地段？都没什么车的。到了，远远就看到了，是他的风格。旁边还有两个字“正宗”，那两个字“正宗”为什么不把它给打亮呢？哦，哎，哇，人气还挺旺的嘛。外面看起来这么黑，里面生意还挺好。哇，这样一锅看起来太香了，超级治愈，饿也饿死了，然后又咕噜咕噜在冒，超级想吃。饿了吃这个牛杂，超爽。它里面有一点醋和那个花椒粉，就吃起来酸酸的很，非常开胃。我的妈呀！好烫啊！心都烫了，咬下去的时候并不是很烫耶。好没有，真的是一肚子烫的红，这跟是这里烫。血，牛血是吧？嗯。我刚才就吃了牛血，嘴巴还不烫，下去的时候超烫。好烫。我第一次吃牛的应该就是东哥牛的，那个时候是去年。小锅不够吃，还点了几个配菜，牛肉。是什么？粉丝，还有旁边的那个年糕和金针菇，两个人应该吃些应该差不多了，味道很可以。它一锅里面料还是很多的嘛，牛肚，里面还有牛心、牛肠、牛河、牛腩、牛血，一共有5种，还有萝卜呢。这是牛心吗？这块肉好大，全场最大的，全场最大的块肉。推荐你们来尝一下，不管是哪家，都好吃。孙塘路、官城、余姚都有，配上冬瓜糖。我有的妈！超级爽，超级解腻。牛杂配上这个料，味道就上去了。好，吃完了，又是好饱啊！为什么每天都好饱？那我还好。每天没有，那没有每天。哎呀，我觉得有空你们可以来尝一下他家这个牛杂。后来跟老板闲聊了一下，他说他以前竟然开过20多家牛杂店，但是不是叫东哥牛杂。东哥牛杂他打算一直就自己开出去，他说明年会往宁波绍兴那边去开。哎呀，真厉害啊，真的是一招鲜吃遍天的感觉，同一个配方他就可以开好多好多家店啊，太厉害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这里了，雨也下大了，回家啊，欢迎收看。我的小日子可真滋润啊，拜了个拜。